加点那个香菜，喜欢香菜可以加香菜，葱花的可以加葱花，然后就盛出来可以直接喝。这个汤的话，对产奶的，就是产后开奶，或者是说营养不够的，可以过来试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就这样，拜拜。记住了，不加任何东西，可以煮白。YouTube Music Premium。